其实在，这礼拜二，我们党团啊，民进党愿意让吴敦义院长来做追加预算的报告，而且也都接受了备询，这也是展现我们同意让这个案子先复委。但是现在如果说这么的急躁，在法律上没有完备，而且在相关的联席的委员会也没有参加，那么另外呢还有相关预算书附属单位预算书也没有送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这么草率急躁的审查，显然立法单位自己就违背了相关的法令。譬如说人事行政局，它是法定执掌做军公教人员的这个待遇相关的重要的单位，但是这一次会议我们并没有把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作为联席的这个委员会，这本身就有一点问题。因为人事行政局组织条例规定得很清楚，该局是人力处理掌理公务人员之奉职等事项的，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人事行政局纳到本委员会审查的联席的部分，那我想就非常非常的不完备。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还编列追加预算，还编列137亿5979万6000元的奖补助预算，这中间还包括补助非营业特种基金，还有包括像国立大学的校院院校以及高中职社教机构、农民医院以及属医院等等这些非营业的特种基金，但是今天并没有把相关的预算书送进来。这个已经与预算法第45条、第46条、第50条、第80条等等关于预算编造以及审议之规定是不符合的。像这种违反的做法，我觉得我们立法院委员在审查预算时候万万不可这样的做法。另外也违反立法院议事规则第16条，刚才陈廷辉委员说得很清楚，这必须在会议开始要审查之前的2天应该要通知所有的委员，但是我们收到的时候都是在昨天上午的9点，那不是在2天之前，这已经违反我们议事规则的规定。我们希望我们招委是不是我们都是立法委员立法部门，我们是不是不要做这些违背法令相关规定的做法，我们愿意好好的审，让大家有时间好好的就追加预算好好的来讨论，但是绝对不能违法行事，否则你们真的一桩美意就变成违法的作为，这样非常不好。所以本席建议是不是我们等一下大家讨论一下，然后依照一定的规定处理以后再来审查，谢谢。